乍看歌名下，就是有非常多的人跟我反映说像渣男情歌，就是什么 Are you friends or 就是有来像恋人未满的那种感觉。但其实他讲的是关于，就再跟你们分享一点点，就是潜水的时候是不可以思考的，思考是会耗氧，所以你在很漂亮的海里面的时候，你反而不能去做思考的动作，就会有一种很像是欲望的感觉。就像譬如说，你很想要一个东西，可是你有时候你可能得不到它。但如果你过好自己，然后过好自己的当下的时候，可能你会得到的更多，或者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就会发生。所以这首歌非常想要分享给大家。当然，我的方式可能是去接触水，然后，但我有听到一些朋友是他们喜欢用脚去踩在土上面，我是没办法，我是觉得有点懒。但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个自己的方法去，我就会去触碰一个，像我喜欢去碰海水，我就会有一种好像被 reset 的感觉。它看似好像没有什么意义，但是其实你去接触一个东西的时候，跟我们平常现在已经习惯看手机，真的有差别。所以大家还鼓励大家可以去碰碰看啊，那个有漩涡的地方不要去，还是会被漩涡迷的，有那个会那个有点危险，就是不要说是我弄的。就是尽量安全就好。那接下来想唱一首旧歌给大家听，然后这首歌是之前，其实我最近在，这不也不是检讨，那想说为什么这首歌大家看到我的第一次的时候都会跟我说你是 Linian 哦，我喜欢你那首 Campfire， 但我心里都会觉得啊，我已经出第三张专辑，还给我听第一张。其实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这首歌。我也很喜欢啦，但是就是现在出第三张专辑，所以大家就可以去听，好不好？去听新的，但我还是会唱旧的。听听看，没听过的朋友，这首要 Campfire。嗯，没怎么样。
Oh baby I can do, oh baby I can do, oh baby I can do that thing. Yeah baby I can do that thing. So please do forgive me. I'm the guy to be with you.